哇，宝贝，你写作业了呀？哇，好听话呀！我看都写的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呀，宝贝啊，你这么听话，妈妈呀，你马上快开学了，妈妈奖励你一个新的礼物，好不好？我们打开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妈妈帮你打开，打开你就知道了。哎。这一盒是什么？铅笔。这个呢，也是笔。这两盒都是笔，还有你看，还带的有这个什么呢？备用的呢，是不是啊？哇，这一整盒都是笔，看到了没有？啊，还有一盒蓝色的，还有一盒，还带着一盒这个笔芯儿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笔。看一奶下啊。茶笔。奶茶笔，真的是呢，你看，真的是奶茶笔，和奶茶一样，看到了没有？胖胖的笔，你看这个好看，这是红笔，不是红色的，这个好看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是一个那个啥的，你看这个颜色好看，我喜欢紫色的，你喜欢紫色，给你一个紫色的好不好？你看还这还有一个这个颜色，还带了好多的芯儿呢。到时候你那个用完了以后，把这个芯儿还可以装到上边一起用，知道吗？这个也可以，你姐姐也可以去使用。你上一年级还不能使用，得上二年级使用。这个，对，这个姐姐可以去使用。一会儿你一会儿把这个送给姐姐一盒，好不好？